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系统训练的终极部分的第24个小节，就是二分之一台不定点的这种训练。跑二分之一台不定点的训练主要是跑我们的小碎步，再一个的话在练习这个过程当中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啊，不要在一个点练死来，就是我跑上去也有，跑这里也有，跑这里也有，跑这里也有，好吧。好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练习，来站好位置，预备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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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象中那个球在不停的动，人不停的跟着球动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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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再来一遍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想象中那个球在不停的动，人不停的跟着球动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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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